新竹内湾老街一日游。佛顶山朝圣寺旅游第一站。佛顶山朝圣寺，佛顶山朝圣寺于全台共有三处道场：一、屏东小琉球道场，成立于民国78年；二、台南佛教报恩讲堂，成立于民国81年；三、台南市左镇道场，成立于民国89年；苗栗县三义道场，成立于民国91年。三义道场创建于民国91年，属新兴佛教圣地，乃上帝下清法师创建，位于苗栗县三义乡双潭村双莲潭108号毗邻森林雕刻公园，不远山庄，境内并有颇负盛名观光景点，如圣心车站、龙腾断桥、三义雕刻街、三义木雕博物馆、关刀山、鲤鱼潭水库、西湖度假村。Thank you.
本地区。片由灯峰频道工作室录制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
新竹内湾老街旅游第二站。内湾老街，内湾老街位于新竹县横山乡，当地居民以客家为主，近年来以怀旧的老街情怀包含了带动观光、包还古色古香的内湾车站、内湾戏院及内湾吊桥等新竹旅游景点。内湾老街除了传统街屋建筑外，还有那漫画家刘青青博物馆、作者笔下亲切的大婶婆与阿三哥、淘气机器人等都可以在此看到。来到内湾老街，还可顺道品尝美味的野姜花肉粽、紫玉菜包、客家擂茶、擂茶冰沙、客家麻薯等特色美食。Thank you.
逛一逛没有关系，逛一逛。嗯，
这样无参哦，啊顶啊！还是会做，我只能我拿几包原味的，这两包送给你，再一包一包原味的。关键是很耐吃。好了，不然我做不出来。我从上面先下来，上面那边可以做。好嘞，放来了，今天哪天啊？明天没有，你们要不进来坐一下？好，那。
到那个。竹林园餐厅正在午餐中，新竹南寮渔港旅游第三站。南寮渔港渔产品直销中心，南寮渔港其有一个渔产品直销中心，由新竹区渔会所设立，占地1200坪。对渔产品直销中心共有2层楼，一楼提供生鲜海产区，二楼为海鲜美食区，共有1500个用餐座位，摊位44个，全天候冷气开放，包括了生鲜海产区和海鲜美食区。生鲜海产区贩卖的是新鲜活跳的本港渔货及现流海鲜，价格便宜，而海鲜美食区则是拥有不少的熟食摊，例如鲜鱼汤、蛾子汤、炸海鲜是应有尽有。这里有许多好拍又有趣的景点，像波光市集、南寮渔林天梯、南寮游客中心、地中海风情、蓝白建筑等，光在新竹渔港内就能玩上大半天。
餐厅。Thank you.
上床。这无香，这无香，快来！你也无香的。
这个边，啊，它嫩，这种嫩，这东西啊，大嘞，大，这两根三叶刀，不过，那就不错哦。影片由登峰频道工作室录制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。影片到这里结束。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